Hello，欢迎来到八一的五月开箱。选了黑色，好亮，真不错。这个我要怎么用啊 ？Nope。什么都没有，你们写吧。颜色没有太大差别。下次去机场，你们再弄个送给你们吧。哇哦！提前祝你们端午节快乐。不明显的颜色留牌子，吹风机，好漂亮。是我的早餐燕麦，一个是抹茶的，一个是红茶的花的。就蛮奇怪的颜色，可以安装小零件。海洋咸味。早餐加一，这里是你们送的礼物。我们今天一起办了开箱礼物，非常漂亮，感谢。香囊有了，谢谢。他们说这个长相来赖，好可爱，一只大胖猫，开心的大胖猫还竖着尾巴。谢谢。谢谢，也愿你们许愿成功。结束。小红书。